当然我是好人还是死人呀，不傻傻你就会当判定我的名叫做台湾人。好，阿草到阿草到台南，我是王希，我是洪国军。好，那我们就是来到台南街头来宣传我们七月八号卧草台南立委给问麻的活动。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去突袭路上的路人。那国军，我们走喽。好，走。吊车足严重啦，有啦。啊，什么那个剪辑打轮黑啦，哦，要重要收诶。提升一下台南的交通吧，然后路边都乱停车，有时候骑机车都差一点撞到，路都不平，东补西补，东挖西挖。北区甲迄款是陈廷辉啊，啊另外东区甲安平区是迄个林进宪啊。马路啊，对机车组很不公平。很多很多很多觉得不公平，就是那个坑坑洞洞，还有那个雨盖车落一大堆。你记得，除了刚才你楼梯碎掉，未少碎掉，问题是坑坑洞洞，地挂一大堆，起起伏伏的呢。对骑机车的人哦，对赛车较无影响，你知道？对骑机车、骑踏单车的影响较大。Need a little bit more, I don't know, like infrastructure, that sort of like support for like people visiting like.Multi-language signs, that sort of thing, that could really help. A plus. 以后要改八点上课吗？其实好像说学校跟他们讲的好像都不一致，就是学校是几天给我们一八点，可是其实应该是照来说应该是一到五个小时都要八点上课。七月八号，等于来问大家来给问。